爸，你快进屋吧，茶都煮好了。阿爸，哎，这两天该去把干草拉回来了。是啊，把干草拿回来了，又要买羊了，买完了羊。 又要过年了，过完年了，又是春天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一年又一年。太阳神把我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好了。哎，我舅舅，你舅舅说那个小伙子不错呀。不，我不嫁人。事情已经过那么久了。 要忘记他，嫁得远一些，没人知道这件事情。阿爸，你别说了，我害怕见陌生人。那个该死的家伙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你不能因为他耽误了自己的生活。阿爸，我觉得现在这样子挺好，我不想离开自己的毡房。 那天我在周街哈，看见你媳妇了，叫一个男人领着逛街呢。哎，儿子也长大了啊，长那么高了。哎，你这说啥这么多废话？咱不想听啥你说啥的，有木啦你还？啊，我早就说过了，离就离了吧。啊，你常年又不在家，蒙着头干啥？他也需要人照顾嘛。哎，就跟你在外头找婊子一样。啊，哎哎哎。 上说两句行不行？那瞧你了。我是为你好，义父要把儿子要回来。那儿子，也说不定是别人的种。哎，你这边给我咋这样子呢？哎，你这边给我，你看，你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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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，你看
哎，要饭的，又来了吧？我不在做饭呢。你好，子们，我在这儿看着呢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！我先看看，我说，哎，我们家的粮食怎么才有？这最好的呀。当时我知道呢，但是没办法做生意了，看一下多少钱少。哎哎，快递挑好了，哎，老板，我去等你了。好，哎，快点。 按照我们门前人的习俗，楼上的桌子才能开始喝酒。来，把酒杯端起来，感谢太阳神赐给我们牛羊。行了，撒大叔，前面喝的也差不多了，再喝嘛，生意谈不成了噻。哎，城市的人喝醉了酒，才能掏出心窝子，做成好的生意。 行了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喝完了，喝醉了就住到你毡房了。没办法，大叔，我想了一下，你把你能出来的羊嘛，一买给我。我只能买给你50只，剩下的等等活跃的行情。这样子吧，活跃行情好的时候嘛，我把羊的差价补给你，行不行？听起来也不错啊。行了，就这样子吧，就这样子吧，我们成交了啊。来，你们两个把这个酒喝光了。 才能拉着我的呀！来，好，给。谢谢。哎，大叔，你们家咋还用做生意呢？搁哪子呢？我看别人家都洗衣机搅拌了嘛。我们家的洗衣机坏了，该买新的了。哦，水电气该换了。明天我到主上去逛一逛，把这些东西买回来。 大叔，今年这冬天来的早得很啊，雪都下来了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我就怕这个狼啊！你把这狼皮拿到外面去咋？不，我们满街人自古以来把狼作为神灵，我们以前是搞打猎为生的，后来才放养，所以。行了，大叔，每次来嘛，你都给我讲这个道理。但是话说回来了。 狼吃羊的呀，你说的对。狼很凶残，但是它有灵性，而且顽强、有耐心，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猎人的对手。有狼的存在，草原上所有的生灵都处在荆棘和危险当中，他们会奔走迁徙，寻找新的水源和草场，增强了他们的能力。 同时变得顽强，能繁养更多的后代。所以，我们每年只打死一只狼群中的头狼，这样狼群就不会直接危害任何家畜。哎呀，大叔，这些道理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，你懂得可真多。哎，我懂什么？这都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。怪不得这个法律也保护狼的呢。 上面的规定是有道理的。阿爸，时候不早了，让客人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人老了，说起来没个完。好。 来，一共是100个羊，人家40个，一共400，给你带。哎，不用说了，给，搞清楚噻。哎，四娃，哎，来，快牵手好。大叔，你这边可发财了。哎，我们满街人早就说过，家有万贯。
带毛的不算，你再不算还比我有钱。坐了啊，三姐来，有空过来喝茶。来来来来，啊好。哎，你取这么多钱干啥？啊，年底了，把钱都取出来，交给俺妈，给娃存。你把存折给他不就完了吗？俺妈是穷怕了，把钱捏在手里，心里才踏实。我就爱看他数钱的样子。哎，你这个是个啥？啊，给娃的礼物。啊！等会儿。俺娃比他胆子还小，我要让他从小知道，男人应该啥都不怕，比狼还凶，不受欺负。把钱装好，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喝酒。我知道，孩子。到中山办办事情，去看看你舅舅，商量一下你的事情。不，你不要说。听我说，孩子，你都快三十了，四季轮回不能老是冬天呐。阿爸，我现在一接触陌生人就紧张，你别逼我，再过一段时间好吗？只要你高兴，爸爸也高兴。要不然，你阿妈的灵魂也会责备我的。阿爸，路上小心，不要喝酒。知道了，孩子，你也要当心，不要让陌生人进了毡房。知道了。大娘，我来了。是你啊，有一个月没来了。咋，得想我了呢？想呀。先吃饭还是先进屋啊？先来盘辣条子，吃完饭还要赶路呢。小刘，来盘辣条子。哎，你没看外边下那么大雪吗？路那么滑，
多危险，你别走了。哪怕民革过去，我得赶回去。
进来，这外面太冷了，你先让我进去。我是满家人的朋友，你不要害怕。你快走！要是再不走，我就叫他咬你。哎，你这个女人，咋个够要不讲道理？再不叫住他，我把你狗给你杀了！进啊！ 家人，不会这样对待一个遇难的人。对不起，我家里没男人，我们曼杰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。你一直朝南走，那边还有一户人家，这里面有点馕和肉，你带上。 万能的太阳神呐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垂怜众生，免除世罪，宽恕我的无奈和罪孽吧，赐给刚才那个人平安，光荣和圣迹都属于你。求求你，求求你宽恕我吧，让阳光普照着大地。 Thank you.
少货用的赶牛粪，就这一袋了。还有，在外面木棚子旁边，枪，有没有枪？有，有一支枪，在那儿，在铁柜子里。就在外面那个翻倒的车柜子里。咱得想办法把枪拿出来。这冯雪一时半会儿怕清不了。Thank you.
你给我闭嘴！你最好让他老实点，不然我就把他杀了。去看，趴下。你叫个啥？ 你别哭了，你别哭了，行了。
钉子，有钉子吗？哦，柜子里有蚂蟥钉。你屋里人呢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呀，你咋老不理我呀？你不要老拉我脸，不是我，你都变成狼粪了。要是没有我的毡房，你早就冻死了。我也得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。我好像啥时候见过你啊？跟男人在草地上打过滚吗？你不要这样嘛，我跟你开玩笑呢嘛。不许你给我开这样的玩笑！我让你去跟他啊，让他跟他啊！你给我听着。你就是一颗撒马草原上的公主，现在也应该明白，咱俩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，知道不？啊！被风吹断了，蓄电池是旧的，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你可以听这个，-45°。-45°，就是不让狼尿死，也会被冻死的。吃的东西本来就不多，你还喂狗？你应该少吃点。你闭嘴！混蛋东西！你才是混蛋！你给我们带来了厄运，带来了灾难。我又没骂你。可我骂的是你。你不要赖在这儿，赶快滚出我的毡房！你闭嘴！你想你我把你扔出去？
得想法把干牛粪拿进来，要不然到不了天亮，我们就会被冻僵的。我去，还是你去？这些都烧完了怎么办？有脑子的人就会有办法。烧这些东西，要不然根本坚持不到最后。万一雪停了，温度越来越低，等咱手脚都冻僵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哎，你干啥呀？狼会把你撕成碎片。也许会。可是那个狼也会知道，有一个男人还不如女人。有个方法，可以血液沸腾，不会被冻死。那里有白酒，你去喝好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咱俩如果都脱光了，裹在被子里，相互的热量就可以。哎呀，与其让狼尿死，还不如我先把你扒光了，俩人都逮住了。你说的对准，毡房这些支架，最多也就烧个两三天。毡房要是没有了，咱玩得更快。我现在出去拿牛粪，你不会把门顶上不让我进来吧？咱俩一块儿去，生死咱在一块儿。
我们这叶子都逮到里头死不了。 最近的人家在那儿呢，咱可以求救吗？在南边。有多远？30多公里。30多公里，好家伙，那你昨天就让我走呢？30多公里啊，足够我死3回了。对不起。 把能烧的东西都烧掉吧，这样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蓄电池没电了，万能的太阳神呐，求求你，赐给我们温暖。 赐给我们平安，让这可怕的暴风雪快离开我们吧。光荣和生机都属于你，万能的太阳神呐，求求你，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，让我们战胜这灾难吧。 你假人呢？ 阿爸到舟上去了，他现在一定正急着往回赶呢。大雪已经把伞封了，他一时半会儿怕回不来。你是怎么到了这儿来的呢？不知道。 偶然吧。
咱还得想办法把我这枪拿出来。这只狼跟咱抗衡呢，他有耐心，想把咱熬尽。等咱彻底没有力气动了，他就会撕破毡房冲进来，变成这儿的主人。 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了。哎，有点火看着就行了，这些柴咱也坚持不了多久。 除了这些少的，吃的东西也就这一点了。尖儿哈气，不冻死也得饿死。羊圈里的羊，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狼吃光了？不可能，这天气，羊冻得跟石头一样，狼根本尿不动。 小的时候，经历过雪灾，那次的暴风雪，我们全家人整整坚持了半个月，靠的就是耐性和勇气。你也听着，虽然我没有经过雪灾，但是我当过兵，我就知道现在咱应该趁着还有体力，把其他杀了变成肉，咱可以挺下去。蛮族人不吃狗肉，为了活下去，古老的习俗。 又算个啥嘛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打他的主意，我就去毡房外面把所有的绳子都割断，我们谁也别想活。
不知道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才能明白，重要的是人，而不是狗。七卡，就像我们家的成员一样。你这伙女人，就是婆婆妈妈，跟你在一块儿，非倒霉不可。不跟你说了，以后你自个儿会明白。咱不能在这儿等死，得再去试试运气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用不着，先死的应该是我。我求你件事情。什么？那个书包里有10万块钱，还有我的身份证和驾驶证。如果你还能活下去，你把它交给南妈，告诉她。我送他给儿子留的生活费。哎，你等等。簪子被撕破了，就是不被狼吃掉，我们也会被冻死。狼现在已经疯了，只有把你的狗喂它了。不能这样，让它吃饱了，它就不这样了。可是它们饿了还会过来。只有让它吃饱了，咱才能有机会再去拿枪。狼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，他们会不顾一切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挺过去。
这是你屋的血汗钱，你得把它收好。明年开春，还要拿它卖羊羔和饲料呢。 最好到炉子跟前来，现在稳定也来也低，这儿能暖和一点。哎，你等等。 狼现在已经吃饱了，这是咱去抢的最好机会。来，把门钉上。 我也一样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也许明天就会有人来救我们。如果不来呢？那咱只有等死。现在只要咱拿到枪，咱就可以。可是我觉得，你不要说了，命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牢靠。也许以后再没有机会了。
我想施展查抹庸了吧，只有散法自然，少了点，不过够了。 他还在那儿站着呢。 行，这回咱再不用怕他了。来，把这柴火都烧了，把毡房烧得热热的。明天咱就啥都有了。狼是有灵性的，他知道我们有了枪，也许就会离开。不会，这些家伙不到最后时刻是不会放弃的。我当过四年兵，在通讯排。 执行任务的时候，我遇见过狼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啥然后？你说你当了四年兵。好，然后就是，赚钱，工作，结婚生娃。他一定很不错吧？谁呀？你妻子。俺离婚了，我把他腿打断了。为什么？ 背叛了吗？你光提过你阿爸，没有说过你阿妈。他死了。对不起啊。我跟阿妈到舟上去，搭乘了一辆卡车。那个司机是一个坏人。 他为了欺负我，就杀死了我阿妈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听说过这个事儿，好几年了吧？是，从那以后，老有噩梦纠缠着我。尽量忘了这些事儿吧，已经过去正常时间了。我也想忘掉，可是我做不到。 按照我们曼加尔人的习俗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哥哥。
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哎呀！ 他吃掉了自己的孩子。哦，怎么在此呢？ 别说话，你现在烧得很厉害。我知道，死神已经形成到骨头里了。不，不会的，我相信你能行，你一定能坚持住，你很坚强。 我就喜欢坚强的人。很轻了，会有人来救他，一个一个守候，再坚持两天，你就活救了。不。 我们都会活着出去的，我相信我们都会得救的。啊！好了，你不能睡，哥哥，你千万不能睡。 好。
你不能睡，你清醒，你清醒，你清醒。